我们的房间应该是间隔，大概中间是隔两个房间左右。那走廊的话是清空的，光线是比较暗嘛，所以我也看不出来说有血迹啊什么的。那我是自己独自回到房间去取东西，然后才看到那个走道被就是一个白布就整个罩起来，两头都是，完全看不到里面，它是封得很死的。那我一开始是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，我想问这个酒店工作人员我能不能过去，他就叫我绕路。那我绕到另外一头呢，就看到有一个警察几个工作人员，当时他那个经理是比较含糊，他跟我们说是 crime 就是犯罪的意思嘛，就说是死人。